伸直，慢慢的下去。小螃蟹爬呢，撑，拉长后背，再拉，手呢，撑长。准备，五、六、七，走。把他的膝盖蹬住，你的膝盖，你的膝盖伸直，然后胸腰再往上顶，宝贝，再顶，好，呼吸，顺畅呼吸，好，胸腰再往上顶啊，肩胛骨夹，肩胛骨夹，这个位置下去了以后，肩胛骨要夹呢啊，好，呼吸，不要晃，别晃，你看他不蹬了他的膝盖吗？抓着膝盖，兄弟们，等一下也是坐的时候把膝盖给我蹬的直直的啊，好，非常漂亮啊，你看这个就算是一档了啊，挨着我们的凳子，能做一档做一档，能做二档就离脚再有一脚的距离。啊，然后最多二档。也棒，眼泪汪汪，但是眼泪就不滴下来。脚再高。